在 plucking 呢，我们就会把每个吉他弦放上一个数目，这就是一二三四五六。再一次，一二三四五六。A、B 和 C 的 plucking 法是五三一二三，五三一二三。我用 A 来试玩。靠近一点，五三一二三，五三一二三，五三一二三，一二是一起玩的，五三一二三。D 的 plucking 法是四三一二三，四三一二三，靠近一点，四三一二三，四三一二三。G 的 plucking 是一样的，六三一二三，六三一二三，我是用 G。靠近一点，六三一二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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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安静了心海。